爸爸说，小时候公公婆婆常常争着要爸爸帮他们捶背，现在爸爸妈妈辛苦工作为了家都很累。爸爸说，如果家里有一张按摩椅，又能送一张给公公婆婆，一家人都可以舒舒服服开开心心了。Gintell 关心父母，关心自己。Gintell